红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.ahontp.tw。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。敬请各位网友观赏，每天拜九拜五下晡两点到四点。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只要对事无对人，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。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，多谢多啦。江西的新风变大声，人在输赢，今夕的爱情也会无人听。阿免悲伤，阿免着惊，最后才知输赢。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，人家网友观众大家我安大家好。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九七七七一三八，现场电话台北公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咱这个电话原是同树林，那个定向的电话台北公里九七七七一三八。来，阿宏继续报新闻，分析新闻，陪伴新闻呐。要来补充哈，那么咱独家。正面有关到这个拿捏支持度 Q 棍，那么王金平伊伫个讲讲，沉默，而这个大众渐渐啊来回流啦。那么啊，这个算对吧？那么阿宏吼，阿杜家。去说服去，那么尾啊，王金平嘛在讲安尼啦，伊讲昨昏会透过民事直播，是因为霹雳电视台每年拢有邀请伊拍广告，向粉丝拜年，那么所以就趁这个机会啊来直播安尼啦，那么伊嘛再次提起伊家己。布袋戏，伊个即个算讲，伊算讲爱布袋戏就对了。伊个布袋戏就是伊个偶像啊。伊偶像就是啥物？一夜珠，一夜书啦吼，一夜个即个珠，
南部话讲切安尼啦。那么伊强调一夜主，也是讲现一夜应该是夜啦吼。那么是地灵用的这个上界权的代表，但是被问到伊家己认为讲，亲像倒一个布袋戏的这个角色安尼啦。那么王爷就赶紧讲啊，我唔敢讲啦，我只是敢讲我喜爱就是欢喜一夜主的这个精神啦。伊毋是爱，伊认为讲，伊毋敢讲伊是甲倒一个偶像，亲像倒一个偶像安尼。你甲看伊咧讲的话，真慎重啊，对毋对？那么拄则，那么阿宏所讲的这个补充，就是王金平尾啊有讲。拍了电视台，每年拢邀请伊去拜年广告安尼，讲到这，那么搁刷落去，就是要来讲这个深入绿营的这个票仓，朱立伦伫个云林啊来扫街拜票，那么这个主题来。继续内容了哈。那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五日，也就是今日，那么持续侵入绿营的这个票仓库，再去在云林到了虎尾两大票仓，那么进行了车队扫街的这个拜票。针对民进党阵营一再指控贿选，那么朱立伦就讲啊，选举要行正大光明的这个路啦。伊从头到尾对所有贿选绝对无容许，不容许吼。唔管讲是民进党、国民党，拢应该秉持。这种的这个基本理念，卖下孙那尼啊，哦，一手镜头啊，给别人，对不对？这讲的无唔对啊，民进党嘛是有贪污的，是不是安尼？难道民进党无贪污吗？所以我常常咧讲民进党就是安尼，伊要讲别人，唔妨讲。对不对？别人回算，伊就讲，啊，伊的回算，伊拢啊，伊搁辩解哦，吼、哦，民进党就是拢安尼，所以予我看无起。那么朱立伦在前四日启动着车队扫街拜票行动了后，今日持续北上到云林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嘉义地区。第一站先到斗六市，替立委候选人吴威志合体啊来扫街了。应该吼，伊即个讲合体，我认为讲，算讲伊的即个比例，伊的即个形容甲伊的即个言辞吼，唔是安尼。合体，什么叫合体？啊，应该是同齐一同。合作会使安尼是，所以我常常咧讲，我即马拢大家拢大学个硕士、博士个，对唔对？伊咧比咧，伊即个合体唔对去。所以阿宏咧报新闻、分析新闻，就是互人了解啊，对唔对？我拄安尼分析有理也无理，什么叫做合体？什么叫做合体？对不对啦？合体就是讲阿阿婆才会使讲合体，对不对？合体就是有滴阿阿婆有滴做爱，
这种的才可以说合体，是不是这样？你再看阿宏在用词，是不是我所了解我都尽量以我了解分析给大家来参考啦。因为阿宏主读无多，是安那我常常咧批评这读这个官学校的，对不对？拢乱用嘛，这毋是合体。啊，像安尼生嘛无人指责啊，嘛无人指正啊。啊，所以社会就是安尼啊，只要我高兴，没有什么不可以啊，对不对？咱现播。是不是？咱现状就是安尼生啊，所以这合体是唔对的，啊唔对，人嘛是安尼咧用啊。所以我拄仔有分析啊，这应该讲一动，对不对？会使安尼讲，同齐会使安尼讲，袂使讲合体。那么水利会会长林文水啊，台南市长贾淑阿，部分区立委候选人张丽生等，陪同朱立伦同齐，伊个讲一起啦，一起就是同齐，对不对啦？哦，那么车队。啊！来扫过，所以拄仔我讲同齐会使会，对不对？伊在讲合体，对不对？啊，陪同朱立伦合体啊，车队啊来扫过，安尼敢对？对不对啦？因为你一个嘛是合同啊，同齐啊，对不对啦？是不是？那么过来的嘛，会当讲同齐啊，同齐就是啥，有一致，同齐就是一致，嘛会使分出一致，对不对啦？所以大家咧讲的时阵，安尼吼，我是台湾人呐，讲出来迄落，迄敢那北京话就讲到外国，敢是错啊？哦，对不对啦？那么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。到云林扫街拜票，那么朱立伦沿途向民众啊来举手挥手，吼挥手，摇手，挥手会当讲摇手。那么争取支持，沿途上嘛是讲沿路上啊，对不对？那么有民众徛伫个街头，啊来翕相，也有几位民众提出自拍棒，那么甲朱立伦扫街车队大声自拍啊。那么车队到水利会大楼，那么朱立伦倒落车，甲支持者啊来握手致意。朱立伦结束到山山的这个斗六市区扫街行程了后，那么朱立伦马不停蹄，那么赶紧往海山的这个虎尾镇，啊，甲立委候选人张荣基啊，伊讲个合体，甲这个张荣基做伙。做阵一动，吼、哦，也是呐，啊来扫，来扫街拜票。那么立委张家军、张丽生等来陪同扫街。那么朱立伦批评蔡英文上届大的这个问题，就是立场变来变去，伊安怎讲，那会变来变去。他主要
就是伊讲的无实际啦，对不对？无实际，伊唔知无固定讲安尼就是安尼，所以伊就变来变去。啊，念的讲安尼，念的讲安尼，就是无实际。那么是安怎无实际？就是你原因重点抓无到啊，是不是？你要讲维持现状啊，但是即马一个人家批评，维持现状就无进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维持现状阿宏咧讲的啊，就是过去国民党咧讲的啊，对不对？你维持现状，你民进党是毋是较早共批评？卖货啦，对不对？什么啊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即马发觉讲，哎，你讲的唔对啊，啊，我著搁变啊。就是安尼啊，伊袂坚持，安怎袂坚持？这个唔对呀，所以伊唔敢坚持的。所以讲来讲去，对不对？那对的算安尼啊，你绝对坚持的嘛。你讲对，你对的代志，你一定的嘛。你民进党嘛是同款啊。你认为讲国迄个独立是对的啊，是不是安尼？你就是坚持啊。所以你是安怎的算安尼啊？啊，你的这个党纲一直拢有。独立的这个动工呢？你认为讲你对的，所以我咧分析安尼对唔对？所以我咧讲的话，唔是超人清清菜菜讲讲的啊，敢那蔡英文的变来变去啊，对唔对？但是我若讲唔对，我事后会道歉。道歉，我袂像人安尼硬拗啦。哦，免不了，有当时啊会口误啊，口误啊，有当时会袂会。啊，有诶，毋是哦，有诶，你即马伊是超工安尼讲诶哦，但是人啊反对啊，啥物啊，哇，伊落尾啊，伊就讲伊口误，即无共款哦，即无共款哦。对不对？那么前一段时间，甲最近讲的完全无同款，像美国，哦对不对？伊进前就是开放的啊，对不对？哦，进前伊无，进前伊是反对的，对不对？那么即马伊讲。算有条件的这个开放，像美国啦、罗岗啦、林园啦、平野等民众关心的这个议题，拢讲袂清楚，嘛无有任何的这个沟通。那么由于这个森林，敢那沟通敢那，最近这几天啊，敢那有要甲。有要加这个什么啊？迄、那个高速公路有无？迄、那个员工啊，因为遐无头路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就当然啊，利用这个选举的期间就抗议啊。啊，阮这无头路，你是要安怎甲阮安排啊？哦，对不对啦？啊，当然啊，找有头路的人就有稳定啊，就无出来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头啊，搁无头路的，也是无稳定的。人家讲我这个头路，我袂啥适合啊。当然，伊同款佫出的时阵抗拒啊。我讲安尼对唔对？绝对对的。我若分析唔对，台北电话控制2977138，台北电话控制2977138。但是我真。公平正大啊，对不对？结果我你来看，我报我的这个电话，无甲一个卡来啊，无甲一个卡来，对不对？因为安怎讲，我是讲你，哦，你唔通硬拗啦，硬拗当然你搁安怎花都无效啊，对不对？要安怎跟你花？啊，你这种人就是拗的啊，你搁跟你讲，你嘛是搁拗啊，所以这种我就免讲啊，对不对啦？
所以我拄仔时阵阁想着，主日伊讲的时阵啊，嘛无任何的这个交通，因为伊有内面有落工嘛，所以我有看这则新闻，伊有啊，伊有邀请因到倒位啊去的时阵啊，听因这个落工。啊，讲话啊！啊，到底交通了安怎？我唔知啦。迄只新闻我是看到安尼啦。所以我咧讲诶，有乱讲无？该当有就是有啊，对唔对啦？那么由于分林是市都诶这个大官，朱立伦。电影军机攻打美都的这个议题，最主要是安怎？最主要是翻来翻去的。最主要翻来翻去，你甲看对不对？伊头一个无承认中华民国，即马有承认，伊唱国歌唔情愿，是毋是安尼？佮说了，我有讲过啊，伊应该伊若承认中华民国，对不对？应该伊都要做一个。算讲中华民国伊个即个合法个即个人民，但是伊毋是啊，伊当讲伊阁要独立个。啊，本来台即个中华民国伊是要统一个啊，对毋对？伊敢有独立？伊本来就是一个国啊。啊，所以阿妈妈要讲搞迄个台独，即毋对个，因为你承认中华民国啊，你要甲人选中华民国。诶，这个民意代表我有讲过啊，我分析甲真清楚啊，这就是恁民进党诶，对不对？是硬拗、硬辩，对不对啦？我安尼讲有道理啊无？是不是？敢那王莽篡汉就对了，就是这种，迄就是无正当，无正当。朱立伦伊讲啊，伊讲毋是干呐分林平东，包括家己以及着各地伊个即个农都农啊，或者是讲是有真侪消费个即个团体，拢有强烈表达意见，伊一定会尊重所有都农个即个意见，啊，甲消费者伊个即个意见，上个重要个就是讲。台湾的这个健康问题啦，啊，大家嘛在讲健康，对不对？啊，啊，像丁新啊，敢那迄油毛是经过检验的啊，对不对？安怎讲？要经过司法绝对有检验的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检验的时阵呐，一审的这个检察官。就是有检验过合格啊，所以毋才判无罪。道理是毋是安尼先？所以我甲你，我定咧讲，咱台湾拢无理智，无理智的较侪啦。像阿峰这种有理智的真少，啊无啊多啊。台湾就是安尼，就乱啊，真侪啦。对会变唔对，唔对伊就变对啊。所以无啊多人唬人。一个人有真真正正信这个真理、甲正义、正道的人，好嘞，到这结束，其他的就会讲这个网络，讲这个时间，继续收看阿宏无所不谈，来听一首啊，秋风落叶，阿宏主持，再见，拜拜。红红落叶
目睭起渐渐烧，爱的人，芳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也罢，恨你也好，敢会改变这个结果？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红落叶，目睭见渐渐烧，爱的人，芳甜的心，我已经找袂着，怪你也罢，恨你也好，该改变这个结果，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会改变这个结果，总共是一句无奈何，爱也无，情也无，只有心做。